thought you had me, did you? When you lied to my face, I could see the truth. Every step of the way I knew how you fooled me. 好看，好可爱，好，这感觉很舒服的感觉。Hello，如果把这按摩的没有游泳池，就是人挺少的，你看那边还可以看到风景。姐姐化妆了，脸都不能下水。姐姐化妆了，脸都不能下水。 看，游泳池没人，等会姐姐再下去游两圈，舒服啊！哇，很舒服的，快点靠着呀，你不要摆了呀 ，pose 不要拗了呀，不要拗 pose 啊！ 早上好呀，现在15:10，然后我们要起床了，因为今天是毕业典礼，我们8:30要到学校去试学士服，然后，早起来准备一下，早起来。 好好打扮一下，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。出门啦，今天居然下雨了，超级冷。下雨，我在等车，最后一段电车去学校。周六。 到学校了，学士服。大家穿着不一样的帽子，但是不同的部门。我们是红的，然后他们去路上，这边还有好多人啊。 带我哥。哇，我们到礼堂来啦，里面就是礼堂，超多人。然后还要彩排一会儿。
是这个，还真挺的。正在吃呢，我们找了一家烤肉店。你给谁放？给爸爸。爸爸好。然后基本上吃的差不多了。找一下家庭医生做体检啊，好热呀，今天超级晒。这真难得影子，他戴上了帽子。很想去的一家就是河边的餐厅，想来尝试一下。现在吃的路上，哇，这简直就是走到人家小区里面去了。这两边都是房子，小别墅。抬个头，拖地巾，要把这条路都拖干净。Yeah, I promise, darling, that I'll be faithful. Baby, let me be your man. So I can love you. And if you let me be your man, then I'll take care of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.河边的餐厅的位置，姐姐开心了吗？开心吗？开心，没有开心了吗？开心吗？开心。今天虽然天气不是那么好，但是因为也没有阳光直晒，所以就很凉快，真的风吹的超级好。这么近，已经有人在湖上划船了。再来一下嘛。开心了吗？